今天晚上 Skyler 过生日，我在 Skyler 爸爸的房间开舞会，你能来吗？我今天学了5个小时，功课还没做完，但是我想跟你一起去，7点钟。他的生日舞会6点半开始。现在6点，太累了，我不买礼物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买礼物。斗希尼图书馆离 Skyler 的舞会远不远？我不知道哪个房馆，我一次也没去过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应该给 Skyler 打电话。我有 Skyler 的电话号码，等一等。你好，你好 ，Skyler。我跟罗佩德想一起去参加你的生日舞会。你知道从多希尼图书馆到你的爸爸的房馆怎么坐吗？我爸爸的房馆离图书馆很近，你从这一直往南开，过三个路口往西一拐就到了。好，谢谢。罗佩德，我们可以开车去吗？我没有车，我们可以骑车。Skyler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，我很高兴。我18岁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忘了给你带生日礼物。你们有礼物给我？你们太客气了，真不好意思。Skyler， 他是不是你的爸爸？哦，他是我爸爸。你很像你爸爸。大家都说我的脸长得像我爸爸，但是小的时候很像我妈妈。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吃什么饭？我希望我们吃中国饭，因为我最喜欢中国饭。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不喜欢美国菜。今天我们去中国菜，因为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菜。我妈妈做中国菜做得很好。我觉得都很好吃，但是我吃素。我妈妈做的家常豆腐没有热。我们吃完了以后做什么？我们先吃完饭，吃完饭再跳舞。Skyler， 你今天做什么了？你复习了吗？今天我去图书馆做功课，看书了。这个星期我有3个考试，我很紧张。我今天也在图书馆，我想借2本书，但是我把学生证忘在宿舍了。我回宿舍找我的学生证。你当时应该借我的学生证。好了，我们应该忘了学校的事，好好玩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。What the fuck is you？ 等一等。Are you recording now？ 你们怎么那么快？我们是怎么？Sorry。生日快乐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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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欢。Skyler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很像你爸爸。你很像你爸爸。我爸，学生中。I can't see.